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周年，北美馆邀请24组艺术家，从经典建筑开始，到大自然的影响、都市架构，还有理想城市、未来建筑等等不同面向来看台北。艺术家藤森照信来台湾组路上观察团，用相机记录下城市里面不容易被发现的小角落。另外一位艺术家则是拍摄了数十组隧道的照片。他说，隧道便利了交通运输，却也在山上留下一道一道的伤口。每件作品都反映出我们城市的发展过程。爬满绿色植物的屋顶，排成圆周绿的瓷砖，以及一排一排的停车格，这些都是台北街头不容易被注意到的角落。日本艺术家藤森照信这次来台组路上观察团，从这些角落了解台北的文化背景。まあ、どんどん新しくなっているところとですね、古いところがこうなんか混ざってる辺がとても面白く思いました。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周年，北美馆邀请24组国际艺术家，把展场转化成7条街区的意象，每一条街都代表城市发展的过程，探讨我们居住空间的演变。其中尺寸街抛弃既有的城市结构，艺术家五十岚纯刻意将屋顶降低，门窗的结构缩小，不合逻辑的建筑架构，民众要弯下身躯才能一探究竟，凸显比例尺对于我们的影响。而长谷川豪则是利用百叶窗的原理，加起一扇一扇的窗户，越靠近越看不清楚，呈现建筑宏观的重要性。山水街则是呈现出都市发展过程中牺牲的自然绿地。艺术家王维和把数十张隧道照片倒挂在展场中，他说每一个隧道都是山的伤痕。旁边还挂起2幅地图，用台湾大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两条被改过名字的街道，反思人类存在的意义。那街道有名字其实不是它真正的称谓，所以相对反映的我们的山水这种称谓其实可能是不存在的。但是我想强调是在存在主义里面，最主要是要强调人之所以为什么存在真正的价值。乌托邦街则是反映现代人追求的理想城市。艺术家欧宁把稻草铺盖在屋顶上，整个展间就像是农村一样，回归跟自然和平相处的生活。最后的云朵街呈现出未来建筑的构想，艺术家方维把云朵转化成一根一根的方柱，开放式的空间凸显他对未来建筑的想象。建筑繁殖场团队则是编织出一个巨型的云朵，架在北美馆大厅的天花板，扭曲的线条以及架构反映建筑在空中的可塑性。我们这个展览不只是 architecture，也不是 urban planning， 我们就请一个不同的艺术家，有些是音乐家，有些是 sound projects， 然后有些 sculpture artist， 然后不同的 artist， 然后他们过来就来解析这个我们的 exhibition 的。这群艺术家带领民众看见不一样的城市。